你从多大上就开始了？十五上。十五上。哎呦，老手艺了，这是。这不行，我这个线来着了。没人干了。我这个线。然后呢，就我自己来了。吃什么？我俺爹去了，带了五十句，他妈别看了，其他厂子给他拒了。是的，咱们想着地方可以唱，你唱吃成不成？俺都把钱了，钱都领到那块儿不上当，妈在那几年都吃那是。这头驴有脾气啊。麻花梯啊，又来了一个麻花梯。这边还上六十。哦，六十。你不要的，这都算了。六百多斤，六百多斤，包包下多少钱？还是带点血。往上冒一点，别上，都有冲不住。我那个把那铲子吧。行了行了，下来了，这么大一块儿，坐这里了。行，我在上次你跟我说了吗？哦，是是是，我不是该录了，专门那个这个你们那个摄影爱好的那个办公室的你，他得常来啊，可不中，给你弄好了不来了。你看我哪天不来了？那天过来这个小屋不见了，我都去哪了？结果我一看搬外边去了。哎，你说呀，那嘛，你说爬不来，叫贝贝给你往这找个媳妇儿，那嘛，叫那嘛，真的。这就老实了，这个。哎呀！对不对？哎，妈，骑着这个雾啊！这个脚都抬掉。今天我找他们整个的干活的、拉料的都弄过去了。Thank you.